老板，三十五号好了没有？再等一下，快好了。我都等了半。哎，你好。你到哪了？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？我都快饿死了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这个饭店出餐有点慢，等他出来我立马给你送过来，好吧？老板，人家都催了，你也快点呗。说了再等一下，你催我也没用啊。上周一位业主在小区被电动车撞了，人跑了，现在人家要求我们物业公司赔偿。我调监控一看，王长，人是你放进来的，这个责任必须要由你来负。这个月工资扣1000块钱，以后大家记住了，一定要严格执行物业的规章制度。下次再犯，你收铺盖走人。解散。王长，过来。哎呀，这个是公司的规定，我也没有办法，理解一下。我理解。哦，你今天下午是不是要早点回去陪阿吉过生日？是的。啊，给阿吉买个蛋糕。不行，队长这个。好好值班。谢谢啊，队长。哎，你好，请停一下，请把电动车停在那里，然后步行送进去。我们有规定。不是，哥们儿，我来不及了，还有2分钟，我送不去，今天白干了啊！真不行，所有进出小区的外卖员必须先登记身份证，然后再走进去。不是，前两天我来送，我就通融一下呗，是吧？不是，现在不行，来，跟我登记身份证。我没带身份证，我就一会儿出来给你补啊！哎，别走！哎呀！哥们，这个真的不怪我，随便放人进去，我丢饭碗了。你丢饭碗？你这不是砸我饭碗吗？我怎么办啊？你凭什么？动手吧！哎，打起来！来！干嘛呢？他非要进去，他把我车弄倒了。真的不好意思，你看我们这边也坐满了，这边也坐满了，实在是安排不了。就我和我女儿两个人，随便找个地方能吃一口，真安排不了了。哟，小伙，怎么那么巧啊，在这碰到你？带我女儿吃个饭没地方。没地方吧？那来来来。谁呀、啊、妈？认识？哎，来，咱们拼个桌，快进。不好吧？哎呀，有什么不好？快坐着。来呀，小宝贝，坐着。前两天呢，妈不是跟你说我们家的水管子破了，有个外卖小哥给他修好了。喏，就是他，小伙子坐呀，坐。小宝贝儿今天几岁了？今天刚好6岁。哎呦，巧了，今天呢也是奶奶的生日。爸爸，我的生日蛋糕奶奶。爸爸今天太忙了，忘了，改天给你补一个好吧？爸爸没买，奶奶请你吃蛋糕，我们一起生日快乐。儿子，你咋不说话呢？工作还顺利吗？嗯，挺顺利的。我那门卫是一坐，偶尔手机就下班了。我刚不跟您说了吗？我脸上这伤就是趴在桌子上睡觉给摔的。嘿，没事就好。爸爸，今天没人投诉你吧？今天爸爸跑了好多单，都是好评。改天爸爸也给你买个大大的蛋糕。那就好，做什么都不容易，加油！来，奶奶给你点蜡烛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1、2、3，行，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6:30。